一个薪水哈，而是真的想做一点事情，哦，而且还蛮有趣的。所以哈，其实我做这些东西，其实因为兴趣，那慢慢的越做越开心，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，在 YouTube 上面啊，Google 上面啊，哦，蛮容易找到我。所以如果你要搜寻我的话，很简单，你只要 Google 吴老师哈，全世界叫吴老师的非常多哈，那大概前3个连接都是我的。哦，还有啦，第一个 page 几乎一半连接都我的，哦，你可以找找看哈。那、哦啊、第二个的话，我的教学呢，当然 Excel VBA 之外，举凡只要是程式有关的课程我都教过。哦，那最近还教一些像 Python，哦，各位应该知道这个延伸性的课程又更厉害。哦，那当然这地方的话，可以浅也可以深啦、啊。那现在比较会用到的是跨领域的跨工具的，不是单一工具哦，所以你可能要了解的东西，可能还要稍微多一点点。那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第一个培养兴趣啦，第二个养成学习的好习惯，随时都在学习。像我自己也都在学习啊，我不是说我今天什么都自己就会了，因为我前面没有人呐、啊，因为我自己要学会哈、啊，然后告诉你们怎么做最简单。所以呢，有些东西，如果没讲到的，表示说你们暂时可以不知道。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自己再去书店找一些书籍哦。OK，那第一个哈、哦，那我教过的程式太多了啊、哦。举凡是 VBA，刚刚讲的 Python 或者手机的 App 等等，只要跟程式有关的，几乎都教过。那我的经验的话，我曾经有创业经验哈、哦，我在那个电脑公司执行长5年的经历，也得了一个杰出创业楷模的奖项哈、哦。然后。在学校也担任兼任助理教授哈、啊，还有一些单位，还有那个业界专家等等的、啊，协同教学哈、啊。那再来的话，因为在源自开了那个大数据分析课程，还有 App 的开发，所以 TVBS 哈、啊、去采访我，主要因为哈、啊、真的很少有老师愿意到学校教一些比较实务面的东西，所以学生毕业之后他又要花时间去补习，浪费时间，所以我由于。在还没毕业之前呢，就向他们先学会。那因为这样关系哦，那个这项工业基金会颁的奖项给我，名称就是卓越贡献教师，啊、哦，感觉很沉重哦。对，我拿到这个奖项那时候，想说，其实我认真这么久了，会不会有单位颁个奖给我？因为我又看那个什么金钟奖、金马奖，老师有没有奖？哎，结果他就颁一个奖给我，那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像喜事一定会成双哈、哦，所以哈、哦，最近文化大学进修推广部又颁一个奖给我，叫什么呢？叫趋势先锋奖。哎，哦，感觉又更沉重了。趋势先锋，那其实也是因为啦，历来我都是开业界刚好目前在用，我就已经把它整理成课程，并且让同学上。哦，这像 VBA 也是一样，所以 VBA 的授课情况其实相当良好。在东吴进修推广部、文化推广部跟清大的推广部都有开，而且报名情况哈、哦、都相当踊跃，哦，几乎是秒杀的哦，不是像那个天团那个，但是感觉也有那个天团的威力哈、哦。那主要因为啦，这个其实蛮重要，就是你要做一个上班族，是传统的上班族，还是新一代的上班族，你的 level 有没有 up 啦？好、哦，有没有？上班现在工业有4.0啊，上班族是不是应该也要4.0了？如果你在技能上面没有达到4.0的话，哈，你真的会非常辛苦。很多事情真的很简单呢，真的一键就下课了，不是下班的啊，不是。那如果你不会，那你就慢慢弄吧。那如果每天都在做重复而且类似的事情，你不烦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可以把那流程简化，那相信你可以在工作上面也可以得到成就感哦，这个当然是我的一个想法。那我的证照也是电脑类证照一堆啦，也30几张哈、哦。不过这也是因为之前跟工作有点关系哈、哦，我也跟那个认证有点关联。然后另外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因为我上课会把它全程录下来，好、哦，然后呢我也会 po 一些在 YouTube 上面，哦，那、啊、当然你们会看到全程啦，因为我把它录下来。所以等之后的上课如果有部分你不太熟没关系。你可以自己再看一下哦，不用太担心，放轻松，先了解就好。那我的观看数也非常多了哈、哦，现在不知道几百万次了。然后呢，订阅人数哈、哦、也大概1.8K 了，18000多人。电脑频道
里面能够有这么多订阅人数哦，应该算多的。但你不能跟那个网红比啊，那个网红都是几十万的，我看哇，但我不能比。可是如果是教学类的，我应该是排在最，还是还蛮前面的哈，不敢说最前面哈。OK，那相关的参考用书在讲义里面有哈，我想你们自己再会看一下。我比较推荐这本啊，因为这本有468招，它其实就是把那个 Excel 里面250几个函数，把它汇整成468个范例，好，然后呢，你要把它做出来。那我们上课的有些题目哈，可能也从这边做一些参考哦。但是它有个缺点，第一个它解答太啰嗦了，哦，这边用函数，可是它讲的不是很清楚。第二个呢，它没有 VBA。那我都会补上，所以如果说哈，以后假如你上完我的课，你希望再练习的话，你可以拿这本里面的范例，如果你可以把它全部做完了，我相信你的 Excel 应该是已经下教了，而且你在职场上面应该已经达人等级了。好，OK，不过前提可能还是要练一点功吧，因为我们这门课比较偏实作哦，不是说用听的、看的、知道就好了，一定要它做出成果哦，所以这个比较特别一点，另外 VBA 的知识哦，那又跟程式设计有关，那这部分我是建议啦，如果你想要补足那个你程式设计这部分理论的相关不足的话，其实可以参考这两本书，哦，那上面这一本是日本人写的，下面这一本的话哈，它是那个对岸的哈，现在对岸蛮厉害的，那它书名还蛮好的，叫一点 Excel VBA 一点都不难，一键搞定所有报表，哇！非常爽动，所以这本书一上架，马上就卖完了，好，而且卖得非常好。但是呢，有人把它买回来看之后啊，发现书名哈太耸动了，哦，为什么？念完之后发现 VBA 一点都不简单，哦，它里面理论写的，我是觉得已经算简单的了。它一点都不难，是我们看是一点都不难，但你们看还是一点都不简单。好像有些同学啊，也是坊间买了一堆书，然后呢，请我说老师，你帮我看一下这本适不适合我？那我就说这本好像比较适合我，于是他就把那本书送给我了。我说我念完再告诉你答案好了，因为你毕竟哈，说真的，你没有那些基础啦，所以你看这些东西哈，其实真的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有看没有懂，还有你可能做不出来。即便你里面的东西一模一样，照着做，还是做不出来，哦，还有哈，它书里面哈，程式有 bug，知道什么叫 bug 吧？就是程式有错误哦，怎么办呢？我要帮它除错，很多书都有 bug，怎么办？那如果像你们入门的话，哇，卡关了，怎么办呢？做不下去了哈，所以很多人呢，常讲说，老师，那不如我来上课好了，真的，与其说你在那边乱试，试了半天。倒不如哈，有系统的上一下课哈。那后面当然还有比较进阶的，可能跟资料库有关的，跟 VBA 的技法有关的。好，那这些书我都会把它融入到我们课程里面。好，那当然我不局限于某一本书啦，因为书的哈，当然最高境界是没有书啦。好，OK，就跟那个武林小说一样哈，最厉害的是没有招，对不对？张三丰讲的。哦，OK，好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哈，我们后面要讲的就是有关刚刚讲的，讲师的简介啦，参考书目。再来的话，我们要进入到课程，所以后面的部分哈，我们就要来实做了。所以接下来呢，哈，请各位呢，帮我先开启那个综合练习档，哪一个档呢？就是文字与资料函数哈。我们后面基本上会分成五大类，反正这36小时呢，我们就循序渐进的。把这些 Excel 里面最重要的 Excel 的函数哈，跟各位做说明。那解题的方式一定会先从比较高阶的函数，再到句集或 句集可能是阶段性的，也教各位录制句集。再来就是哈 VBA 部分，所以请各位呢先第一个哈，帮我先开启那个我们的范例档案，好，范例档案里面的。文字与资料函数的第一个就是文字与资料函数这个练习题，打开来之后的话呢，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综合练习，好，那这个练习题的需求非常简单，请你帮我把什么呢？把那个后面这三栏 F 栏到
G 栏啊，到 H F 到 H 栏哦，这三个栏位的资料怎么样？帮我串接成为一个一个这个电话号码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基本上哦，范例在上面哦，这边 OK 好、哦。然后呢，里面可能会有需要一个规则，前面是09，然后呢11好一杠哈 minus，然后呢084一杠哈007，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用什么方法来做哈，会是最简单的啊？方法当然很多了哈，最笨的方法是这边主法刚刚打的，那可能稍微聪明一点的话，你可能可以用几个函数，包含就是什么呢？REPT 好加 LEN。那这个地方还需要一个串接的部分的哈，反正这我想比较基本。那 REPT 主要作用什么呢？就是重复几个零，REPT 要 repeat 几个零。那 LEN 什么作用呢？就是判断那个 G 栏跟 H 栏里面的资料到底有几个字。OK，那几个字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我们一定要三个字，所以呢，如果说你今天呢，假如里面只有两个字，就补一个零。一个字就补两个零，哎，那基本上就是规则哈。基本上你可以用什么去推敲呢？你可以用三，有没有？三减掉什么呢？减掉里面有几个字，那里面有几个字就 LEN 嘛。LEN 知道有两个字，三减掉二一一个字，那它就先补一个零啊。那个007三减掉一，那就是三二嘛，那就补两个零在前面。OK 哈，那当然方法哈，除了第一种方法之外。当然，你还有第二种方法，还有后面我们会提到。哎，如果我希望让它加快速度，那我有没有什么方法更快？哎，有，比如说什么呢？你可以在这边加上什么？加上一个按钮，哦，按钮按下去，全部跑完。或者第二种方法是插入函数的时候，可以哈，自动产生，不是自动产生，你要去写一个函数。这个函数的话，也许是一个手机的函数，好，然后你可以怎么样？很快的把一二三三个资料给它，它会自动帮你把结果返还到那个储存格里面。那后面这些都是属于 VBA 的部分啊，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啦，先想想看函数怎么解，再来后面我们才会再来讲那个 VBA 的方式怎么做啊。那中间可能会有一个录制句子，也许假设你程式还不会写啊，你可以先用录制的。那怎么录制啊？我们待会再来看。那请各位先试一下。那如果你对 REPT 加 LEN 不熟的话，请各位看一下哈，前面有那个一个工作表 REPT，那你可以怎么样把它切到前面，稍微简单练习一下。其实 REPT 哦，我相信应该有些同学从来没用过，没用过没关系，插入函数哈，里面找一下那个文字类里面呢，找 R 开头的，往下找 REPT 就有了。那其实使用函数啊，我想尽量还是掌握那个相关原则，它会需要几个引数哈，后面就引数，那你就比如说它需要三个两个引数，两个格子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test，哎，你要重复什么东西啊？重复星号，那重复几次啊？根据这个销售量，那底下有说明，100个给一颗星，所以记得哈，把它除以100，除以100，OK，好，除以100之后的话呢，那后面是1.58，各位可以看到哈。但是如果说呢，你要比较精确的，就是要把0.58给去掉。那0.58怎么去掉呢？基本上你可以用一个函数，就是求整数部分，那就是 INT 函数，有没有？INT 把它补在前面，前括弧，哈，然后再后括弧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哎，你会发现呢，本来1.58哈，这个后面的资料就变一了。啊，其实 INT 呢，主要的作用是什么？无条件舍去小数点。意思其实 int 就 integer 了，integer 就是取整数的意思啦，哦，就整数的意思。OK，那这个地方你把它按确定之后的话，它当然哈，哦，会帮你把一颗星抓到，向下填满的话呢，当然它会帮你把其他做完。不过呢哈，哦，向下填满错误主要原因是什么呢？记得哈，哦，你如果向下填满的话，它的列号会增加，所以列号 C1 的一有没有？你不能够啊，没有把它锁起来，所以一定要记得在一的前面怎么样，加一个钱的符号，因为向下填满那个列号会增加，一会变二嘛，二变这个基本规则嘛哈。那你向右填满是 C 会变 D，D 会变一嘛哈。那因为我们是向下填满，所以记得啊，如果你要固定在 C1 的话，记得只要锁一就可以了。啊，特别说这边只要锁一啊，以前可能你们学过的应该是两个都锁了，不过两个都锁我是觉得不够正确。
你根本 C 不用锁，你干嘛锁？OK 啊，所以基本上锁一个 E 按确定，然后把它向下填满。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REPD 就做出来了。OK，所以第一个啦哈，因为后面我们会用到综合练习 REPD。第二个呢，LEN，所以你也许切到 LEN and mid 啦，哈，mid 这个地方我们顺便把那个这个什么呢？这个文字函数哈，最重要那几个都把它练习一下。REPT LEN 呐、啊，然后切割字串一定会 mid MID 嘛哈，然后呢左边就是 left，右边就 right，那借由这些函数呢，可以取得你储存格里面需要的文字，不是全部哦，你可能部分哈、哦，比如说什么呢？长度部分你可以用 LEN 插入函数，假设这边可以练习一下，这里面有几个字，那你可以用什么呢？LEN，它只需要一个引数，就是。文字啊，就给他身份证按确定，向下填满。哎，这个时候的话，他就帮你算出来了。那为什么要需要算身份证号呢？就是要判断，哎，这个身份证号到底是否正确。所以如果旁边还要需要一个判断的话，也许你就可以在第一栏的地方哦，再插入一个什么呢？逻辑，这个是下一个单元会讲的。不过我想逻辑也非常重要。判断是否正确的话，你可以再切到逻辑里面的 if。if 什么呢？如果它里面的长度呢等于十个的话，哎，那表示是正确。那我给它一个 yes 好了，一个 y。反之的话呢，就是 n，就是 no，正确与否。OK，那你把它按确定之后的话，在第一栏的地方哈，会显示正确或不正确。哦，所以我们顺便练习啦，这个主要是有点像那个吃饭的前菜。哦，后面才是真的是综合练习，因为你如果要把 Excel 哈、哦、效率提高，跟各位讲一下哈、哦，在 Excel 里面的函数这边总共有250几个哦，可能你每个都要知道什么作用哦，不然的话有些事情你可能会做不出来哦，那里面的话包含就是像我们刚刚文字类啊，我习惯是把它分类啦，因为你如果不分类的话，从头到尾太多了哦，那如果分类的话，一类一类来看的话。可能会相对的比较简单哦，所以第一个哈，L1 那里面的话，我们刚刚有用到这两个函数，那、啊、请各位先试试看，后面再去判断 yes 或 no 哦。底下还有一个练习，就是性别，性别的话呢，这个可能需要用到什么？用到抓身份证的第几码呢？第二码嘛，对哈、哦，那要抓第二码来判断，如果是一就是男生，二的话就女生，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？抓到之后，帮我判断完，把性别输入到这边。哎，这个题目也许可以试试看。我想这应该不难啦、啊，但是这边会有个陷阱啊、哦，可能要知道一下 mid 函数部分。那这个部分，请各位哈、哦、先试试看。